魏兄，江兄，要拍毕业照了，赶快过来。好嘞。忘记兄，恭喜恭喜，你来给我站近一点嘛。不用，要点脸行吗？人家都不爱搭理你。都别吵了，都站好，别乱动。这洋玩意儿金贵得很。发明这玩意儿的人真厉害，没想到可以把人印到纸上。是啊，以后分开了，你也还是可以看到我英俊潇洒的脸的。魏无羡，你适可而止吧。魏公子，可以跟你单独拍照吗？啊，当然，想拍多少张都没问题。蓝二哥哥，蓝二哥哥，和我单独拍张照呗。不用。真是的，我们都要分开了，拍张留念呗。不要。阿信，阿信，你们在姑苏拍的毕业照寄过来了。终于来了，我都等了一个月了，谢谢师姐。我也可以一起看看吗？当然了。哇，还真是把人都印在纸上了呢。这是啥？江城，你那是啥表情啊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，这招你在耍什么帅啊？你看，怎么了，师姐？这个小公子是不是蓝忘机啊？嗯，哦，是的，长得很俊吧？人家长得俊，你得一个什么劲儿？我想说的不是这个，我是想说，好像每一张照片，他，等等，阿姐这么一说还真是，每一张都有他。这个人真是的，想跟我一起拍照就直说嘛，非得偷偷摸摸的躲在身后。是是，我看他不是想跟你拍照，是极其厌恶你才对。你看他每一张的眼神都恶狠狠的。 你懂什么？蓝湛就是这种人，明明想要却不说，他肯定很想跟我一起拍照。我也觉得他真的很关注阿宪呢。对吧？哼，下次再见到他，一定拖着他一起拍。